进来。我是梁飞，高总您好，幸会。坐吧。请慢用。今天有什么事来找我呀？高总，我今天来是跟您谈一笔生意的。你是荣誉购，我是时尚网，我们俩是对手，我就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呀。高总，您太客气了，我想以您的实力和财力，我这笔生意还只能跟您谈。行了，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，别兜圈子了。你是不是想把荣誉购卖给我？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高总也。打住，我没那么好的福气。可是我知道你在荣誉购是最大的股东，而且你那些股份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。高总，我想您这儿开的是公司，不是法院吧？我怎么得到荣誉购的股份跟您没什么关系。我到时候只要给您一份合法的证明，保障您的权益不就是了？别提合法证明了。我先问你，你凭什么卖掉荣誉购？就凭你是荣誉购最大的股东，那是不行的。你必须是董事长，拥有经营权，而且有一半以上的股东支持你，你才能卖掉荣誉购。什么合法的保证啊，没有用的，知道吗？高总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。听说您跟我的老丈人周胜之间好像有点恩怨，我现在想知道的是，如果说我能做上荣誉购的董事长，并且拿到公司的经营权，您是否有意愿在第一时间买下荣誉购呢？我们都是做生意的，当然了，是以利益为中心的。你要是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当然是可以买下荣誉购的。那好，价钱怎么样？等等，你太急了吧。等你当上了董事长，有控权以后再来找我谈。好，我一定会尽快地坐上荣誉购董事长的位置，到时候我会把荣誉购双手奉上。不送。请。那我走了。高总，您真的要从梁飞手中买下荣誉购吗？买荣誉购是势在必得，但是是不是和他做交易那还不一定。小米，对了，我让你做的事现在还在做？一直按照您的吩咐不停地在买，持续增长。行，继续买进，不过这件事不要告诉甜心。是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嗯，好。周胜啊，周胜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